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就请到两位女士嚟倾下偈。咁啊，好多嘅啲 fans 都问啦，沈大哥啊，你又成日话夜生活，又写过书，又自己讲过，咁你系咪真系识夜生活啲妈咪或者小姐咧？咁我又真系有时好想谦虚啲，不过又唔好太过妄自菲薄，真系识唔少啦。咁啊，识就要俾人见噶嘛，系咪？咁今日我哋请咗两位咧妈咪嚟倾下咧香港嘅夜生活。我首先就讲下啦，因为现在咧好简单啊，香港就好动乱。咁我相信咧，香港嘅夜生活咧一定大受影响。咁有冇影响咧？啊，晴晴，梗系有啦。影响嘅程度有几多度咧？同以前旺嘅时候嚟相比，旺啊，冇咗一半啦，起码都。哇！冇咗一半，你啊唔头痛啊，萧先生头痛嘅啫。不过你哋咧，如果冇客咧，你哋都好惨。我想问咧，好多嗰啲 fans 问，佢话喺 club 嗰啲妈咪有冇底薪噶？基本上就系冇嘅。冇噶，而家冇 club 噶啦。我知当系有 club 嘅好啦，你哋嗰度都系属于 club 嘅，唔系属于自雇人士啊。自雇人士即系冇底薪，冇底薪。咁你的收啊，你哋嘅。收入咧，完全靠你哋手下啲小姐嗰啲接客中嘅钱啊，系啦。好啦，我想问啦，譬如你哋一个小姐帮你做嘢，佢坐台，咁你哋得到几多钱？有冇？话呢啲好似唔系好啊，公众唔讲得嘅，唔讲得噶，系啊，唔讲得嘅，咁少少啦，又约莫啦，约莫啊，系，你唔好讲得咁正，即系约莫啦。咁唔方话咧，其实好少嘅咋，系嘛？唔方话你哋做唔拆拢啊？咁咪做妈咪点去食西北风啊？咁有咁譬如你客人嚟到保安场，我哋唔讲几多次，有几多个 percent 系属于你哋咧？例如啊 ，10% 咯，10% 好少嘅，系啊 ，10% 小姐咧又 10%。差唔多嘅啫，可能仲少啲。啊，嗰个80% 就系嗰啲吸血鬼攞咗。咁唔系嘅，其实而家成本高啊。嗯。夜总会成本真系。我咧就成日咧就好细个，19、10几岁啊，跟个阿哥咧，同阿哥去嗰啲地方玩嘅。去边度啊？去新加坡嘅杜鲁治啊。哦。咁咧，我就已经觉得咧，发现嗰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嘅。嗯。所以我对嗰啲夜总会啊，舞厅啲老板咧。冇乜好感啊，所以到底系点解咧？佢话佢成本贵，成本贵，你梗系要装修嘅成本贵嘅，系咪？你而家有冇乐队咧？以前有埋乐队，但系咧，你真正赚钱咧，如果唔系妈咪同埋啲小姐好咧，你根本落几多本钱你都赚唔到钱，对吗？嗰陣時樂隊羊毛出喺人身上，係，但係咧，而家成本貴嘅原因，因為插比PR 嘅成本係高。咁啊，老實講，燈油火蠟租又貴咧，即係我覺得你哋咪好唔抵嘅，你哋捱間抵嘢，夜晚唔瞓覺，我哋瞓覺，你又起身，你瞓覺，我哋又起身咁啦，即係日夜顛倒啦。但你哋嘅收益唔係好似我哋同以前唔同咯，以前咧做媽咪或者。夜总会啦吓，咁嘅收入系好过做小姐。我想，但系调翻转，而家系其实做女同做大班都系搵唔到钱。咁啊，好比咁嗰啲小姐好啲咯。你挨间底嘢做乜嘢？神经病？唔系神经病，咁你做咗咁多年，捞咩咧？转唔到行噶啦嘛。所以我每次见，所以而家点解入行少啲咯？啲人劝佢，唉，乜话我唔做呢样做乜嘢咧？咁。我明白啦，係有一種心態就懶做乞兒，係咪？做慣官就做慣乞兒，唔想做官啊！所以而家人入行少咯，揾得錢少嘛。比起正常，咁你40、50岁出嚟打份工冇人請，再培訓都冇人請。我都話啦，有好多嗰啲 fans 問我，佢話全盛時期係80年代啦，全盛啦，90年代。佢話你媽咪。一个月一般嚟讲可以搵几多少钱讲得啦啩？喺80年代，20-30万到啦。港币，梗系港币啦。咁而家过场费一近时过场费难，唔好话90年代啦，即系出名嗰扎嘅普通啊，唔好讲出名，出名过场一间场过地都几十万啦，过场费。即系呢啲钱系边个？老细俾咯。俾边个？俾妈。即系梗系俾妈咪啦。咁妈咪系唔使还嘅。哦，咁好嘅。交际费。哦。咁好嘅，叫药费啦。而家冇啦，而家有，但好少，好少。
真係好少。近時就唔同，全盛時期日式嘢總會。因為咧，我朋友啊，導演係我記得問，佢話咧佢就唔玩嘅，佢就陪隊嘅啫。佢話佢就唔係好清楚咧，喺八九十年度好似係尖東有旺角有啲紅啊，媽咪咧一個月實在有幾多錢咧？咁我諗我聽人話幾廿萬都唔真係幾廿萬㗎，咁你有數計㗎嘛？因為咧以前咧我喺道路寺咧識位紅媽咪阿 Lee 咧。我聽佢講得好犀利嘅，尤其嗰啲級咧更加緊要，因為咧嗰啲豪客多啊嘛，咁啊喐一喐幾廿萬啊，有時成百萬都有個過場費，有冇咧？有黃燕咪咯。哦，黃燕我知道，咦係新中國城咯，新道路字啊，中國城啊。咁你當年八九十年代啱啱中國城大富豪開張，你有冇做過中國城？有，咁係咪鄧先生嗰度？啊！我生我老友，咁道全就系我契爷，系嘛？哦，咁啊，所以咁我前夫啊，佢都系中国城集团。就阿邓先生咧，而家咧就喺呢个中华，就一间大厦度咧，就开咗一个档咧，就系、是、教人哋点健身唔点死嘅，诶食唔。你讲系邓崇光定邓崇杰啊？邓崇光，佢几兄弟啊？咁佢咧而家系做呢啲，只不过咧你知噶啦。同友情始終同友情，佢就喺頂樓咧，就有一間 private club， 嗰間 club 咧係燒金窩嚟嘅，好貴嘅。通常啲小姐咧就行唔得陀地嘅，都有。而家都有陀地就唔係喺佢係啊，喺嗰、那個唔知嗰間叫咩科特中心喺花園道嘅，仲有嘅。阿鄧生，咁佢話俾我咧，嗰陣時咧咁容易嚟中國城咯。我話我嚟過啊。坐廁所門口啊！你唔俾面我啫，近時排隊噶嘛，係啊，真係年代唔同，要打電話 book， 而且仲要冇位俾你，你揾到個位咧，好開心，同而家真係咧爭天共語。因為市場冇曬。咁我問你，你讀完書又中意唱歌，咁你咁忽然搖身一變變咗媽咪咧？啊，嗱好都好得意嘅，咁我本身我親阿哥就。都是做夜总会，但是夜总会即是这个讲不讲得的讲得咁我本身我亲阿哥呢就跟霞姐。哦碧霞范碧霞。咁就我读紧书人十二三岁咁当然啦咁点解会入行唱歌嗰时候就搵钱嘅。咁唱咗一段时间我就冇唱㗎啦。就唔使做㗎啦其实就。点解呢九几年。可以咁讲，都系中国城集团。咁啊，因缘际会啦，咁啊上咗东莞做中国城。就系都系中国城集团嗰几个股东拍做 partner 咯。一上咗去都成十年，咁翻落嚟都十年，辗转咪廿几年咯。廿几年嚟咧，一个其实我捞嘢总之就耐。就想问啊，晴晴，你系咪有一段时间搵到好多钱？我捞夜总会其实可以讲是短时间，其实最长时间就是回落嚟香港，在阿萧生的集团啦，咁都有十年八年咯，但系搵唔到钱。嗱，我话俾你听，我啱啱翻嚟香港嘅时候咧，问捞夜总会做一个经理几多钱，嗰阵时二三万噶嘛，我同我亲家姐嘅钱，你死咗条心啦咁，两三万嘅啫咁。哇！唔见咗十倍，系啊！咁我离开香港嗰阵就九十年代啊嘛，九四年上大陆嘅，咁啊嗰阵时眯埋眼一个旺角，唔好讲尖沙咀嗰边啦吓，即系旺角嗰啲都四五万啊，即系搵钱系多过现在好多嘅。现在咧，現在可以搵到几多？两万、两三万、三几万啦、啊，即系唔系多噶啦，而家唔系叫做冇噶啦。大學生都搵萬五啫。當年我哋做夜總會就有啲幾千又有萬五咧，搵到半年到已經唔使做，做女又好，做大班，你搵幾萬蚊個嗰陣時二三十萬一層樓啫嘛，普普通通啊。咁你有冇買樓咧？我有嗰陣時炒樓炒九七以前，我十九歲未夠二十一歲已經係大約一層樓喺大角咀，咁啊嗰陣時就。身邊識嗰啲朋友炒樓咧，我九幾年係一個月要揾幾百萬。哦，聽到未？我最記得上大陸之前，啲人話對面間某個夜總會老闆同我好熟，佢話你我頂俾你做，我夜總會都好撈嘅咁。嗰陣時九炒樓好過，
嗰陣時九幾年，中國城集團嗰幾個高職啊，同我都好熟。咁啊，炒新都城啊，即係大埔啊，即係總之幾間大嘅樓盤都轉下手。嗰陣時未有話要有牌先。九七之前。九七之前啦，九七九八之前，咁嗰陣時未使立牌，未有要有牌照就可以炒樓嘅摸貨所謂啦。只有鼻哥抌三幾萬、十萬、八萬，已經係攞咗層樓轉個手都賺幾廿萬嘅。我個朋友咧，嗰陣時炒樓炒得犀利。炒樓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炒到個花名叫白旋風啊，陳清白有冇聽過？炮哥作為一個魔王咧，佢哋又係炒嘅。我呢個老友咧，如果俾佢九七啊過到關咧，我諗嗰啲錢啊多到佢唔要出聲。九七就係沉咗落去。唔係九七，係九七年嚟，九八年。係啦，我哋係嗰陣時冧咗落嚟嘅咋。佢點解？佢揸住二百幾層樓。咁佢好多好多，我哋幾層啫。佢呢啲叫傻噶嘛？佢諗住佢實化啦，走唔過，咁跌翻落嚟。所以咧，我又覺得晴晴好叻啦。比起你隔離嗰位 Candy 姐咧，我諗你叻過佢好多啦。冇用噶，佢始終個終點都係一樣，做個大班。Candy 姐咧，我又識佢十幾年，啊，咁啊，即係由山東妹變咗山東女啊。好啦好啦，咁啊，喂。讲啊，唔讲你边树人？山东，山东，你一开口讲广东话，人就知道你唔纯正啦。哦，咁唔同嘅。佢点啊？佢就系都应该风光过，但系问题咧，一个豪情盛盖嘅人咧，有时喺呢啲场合咧，一定蚀底。啊，佢因为佢唔计较啊，唔计较咧，你又好难挣钱，系咪啊？搵钱讲咧，蚀底，挣钱讲命嘅啫。挣钱讲命，挣钱讲命，几粒都冇用。嗱，我哋叫做少年运几好啦，身边有啲人咁又搵到钱，但挣唔挣到就讲个命水啦。我哋九子悭识俭啦，识炒楼，识搵钱，系又读得书多。你有冇炒？一个金融，我读完差唔多，我读白英奇酒店管理毕业。咁你话嗰个八九十年代系好先进，高材生噶，唔系，即系而家嘅大学生咁。即係好叻㗎喇，識讀白英奇喎，酒店管理。白英奇畢業囉。所以點解我上大陸做酒店就咁解。好信命運係咪？有命有運先唔係，即係有運你會挣錢命。有時你真係賺到都挣唔到。又有運又勤力又搵錢，但係挣唔挣到都係講命。咁我想問啦，既然嗰啲錢去咗邊呢？挣唔到就。上大陸做嘢囉。所以我到今時今日呢，對翻大陸嘅嘢，我發個誓離開大陸嘅時候，我以後俾一億我都唔會再上大陸。我明白你啲説話咧，有十個有九個半啦，係嘛？有黑衣人就好支持你，真係。唔係我唔反對大陸，但係就話佢官方嘅嘢咧係人治社會，唔係話你高層次或者咩係嘛？即係每一個官，你喺地方做嘢噶嘛，你唔係同高最高個領導人去。晴晴係本地廣東人。中香港出世，所以咧陀地嘅人咧，同唔系陀地嘅人嘅睇法唔同。我喺见到好多朋友咧，正行又好，唔系正行都好咧，喺香港去内地发展，十个有九个半咧断鱼，嗰咩叫就输翻嚟。所认得嘅人咧，能够喺内地攞到钱翻嚟嘅人咧，就系我嘅最好嘅朋友吴导演，系好难喺。大陸你賺到錢，袋攞翻，係非常之艱難。通常係蝕底嘅嚇，嗱，因為點解咧？好簡單，太多人事關係複雜，係啦，真係搞唔掂。因為佢咧呢樣嘢咧做不得了，佢就讀越深，佢就搞得掂。就唔係話你叻唔叻喎，叻都冇用，你越叻我越死。啊叻咧，佢隻手又埋嚟，咁你間公司咧就條條縫啊。如果佢喺嗰度棘棘你咧，你寸步難行。唔同香港嘅，佢個制度係有，但佢冇行嗰個制度，即係佢人治嘛？你話係啊？你地方大佬話你走上去中央唔知㗎，中央好㗎，地方有問題啊嘛。咁地方壓住你點上中央上報咧？你明唔明啊？所以咧就好當我哋香港人咧係輸翻嚟多。我聽到好多朋友投資地產咧都焦頭爛額翻嚟啦。我有個親戚又係咁逃翻嚟。前半步就捉住冇得走啲，诶，点解一衰起嚟咧？佢揽埋你嘅，抱咗你出嚟先拉你先，系好麻烦嘅。好啦，问阿 Candy 姐啦，咁你喺内地嚟到啦，咁点解又会去咗嗰、那个夜总会嗰度做妈咪咧？哦，呢个系
一个机缘巧合啦。当年做生意即系蚀咗啦。你做咩生意蚀咗？贸易啦。贸易啊。系啊。咁啊，跟住就攞咗嚟，咁啊，其中一个就叫我入呢行。其实嗰阵时系唔想入嘅，因为我嗰阵时系好抗拒嘅，系好唔适应呢种生活噶嘛，所以系。经过一段时间，佢替我，唉，做啦咁样。有道理成仙嘅人，仲冇做咧？又唔系话嗰个都冇做啦。冇错，嗱，又好呢一节咧，差唔多啦，下一节再翻嚟。嗰阵真系有呢啲恶嘢嘅，我亲眼见。有嗰阵时有。恶到嚟晒步，点解我觉得好奇怪？你去玩啫嘛，你搞人做乜？人哋同你打咗招呼啦，咁即系你攞嚟啦。而家冇呢啲啦，少啦。我哋当年唱歌，我哋都会唔会嗰啲人要你落去饮杯酒啊？就话有发生，咁我哋逼不得已都会陪佢宵夜添啊！系啊，要宵夜去嗰度叫做食维先。哦，食维先我知道。你食广呢边天乐里嗰度系嘛？系啊系啦，嗰边总统要行过嚟啲啊，咁啊即系某个大哥唔好讲啦吓。咁其实某个大哥咧，佢就冇嘢嘅，但系佢身边啲僆仔啦，咁嗰阵时我唱歌啦，同佢宵夜饮酒。我唔飲酒嘅，我唔飲。佢話你唔飲，我就倒落去，倒落你嘅頭啦。係啦，咁隔離咧就有一個人嚇，即係某大哥就我幫佢飲算數。即係你話當年就真係係真係有呢啲，真係我親身經歷。唔係有啲大哥好啊，身邊嗰啲馬仔咧，大哥唔喺度咧，佢帶住幾個人，佢當自己係大哥，佢嘅大哥出嚟做，都有嘅，但少啦，但少少好少，大哥揾唔到錢嘛。大哥好多翻咗澳門去學，去做貴賓廳做賭場啦，仲而家都冇啦，大哥都瓜曬啦。佢而家唔係嗰啲澳門啲賭場都麻麻地啊。澳門都唔得啦。唔係，我而家真係想請教你，我好少去澳門，我想問澳門咧，而家仲有冇夜總會跳舞嗰啲？哇！嗱，中國城執咗啦嚇，咁你話夜生活係冇噶啦？冇噶啦。冇啊！你話桑拿揼骨啊，咁都有，夜總會真係冇啦。嗱，有啲人同我講，誒，手大哥，我請你揼骨。我一世人咧，我揼人嘅啫，好少人揼唔開啊！講笑，即係我唔中意揼骨嗰啲嘢，因為我覺得冇咗一種 mood 啊，冇咗一種情趣，係咪要飲下酒傾下偈啊嘛？你講搞乜鬼啫？咁你咁樣即係同邊雙去照妓冇分別啊？係啊，冇意思噶。原來澳門而家都冇啦。